州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古镇，宝成府的原主人所开发的有昌峡是茶马古道上著名的茶叶商号。今天我们就在这宝成府的白族民居里向大家介绍一组原汁原味的白族茶道礼仪。好的，在制作茶道之前，先介绍大理州几套有鲜明特色的白族女青年服饰。白族姑娘的服饰十分引人注目，民间有一句歌谣叫夜郎领褂白衬衫，叫人不得不喜欢。白族服头饰的种类比较多，较为普遍的就是绣花包头和鱼尾帽。这种鱼尾帽呢也叫娃娃帽，通常是由小孩来戴的。这两套是鹤庆地区的白族服，就是新娘服，那是少女服。这一套是云龙山区的白族服，那里的人是黑色为富贵，再加上各种绣制品量体坎肩，就显得更加高雅。这一套是简川地区的白族服，主要特点就在兔耳帽和红球穴上。这一套是大理九莫山区的新娘服，那里的姑娘在出嫁前半年左右就开始绣制这一套嫁妆，出嫁那天穿上它，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和漂亮。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们这几位姑娘穿上这几套服装，你们说她们漂不漂亮？漂亮。好，谢谢。白族不仅有自己漂亮独特的服饰，它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白族民歌委婉动听，白族舞蹈丰富多彩。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请出刚才的几位姑娘，带上自己亲手编织的草帽，上来跳一段白族舞。
桑拿假灸，一是假灸茶叶和水的质量，二是假灸制茶的容器和器具，三是假灸制茶的工艺和检查的礼仪，三者缺一不可。那接主人检查与客人接茶还有假灸一定的规矩，首先主人要面向客人做一个揖，然后再来检查。第一家老老为呢？好，各位来宾，刚才呢我在检查的时候说了一句您请走，这是白语，汉语的意思呢就是您请用茶，那对方也回敬了一句叫德维尼，这也是白语，汉语的意思就是谢谢您了。那好，下面呢就请各位来宾都来跟着我学说上它两遍啊，德维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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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说得很不错啊。那待会呢我们白子姑娘把茶敬献给各位的时候，你们要表示答谢的话，像男士的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哎，像男士的话呢就可以像这样德维尼，这是男士的动作，像女士的就有所区别了，请看口气了。我们女士呢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像这样德维尼，请献茶。罗维尼，男士的手在左边。